这就是江子寮山的停车场，入山口的停车场，很大，也可以停，我看很多车。好，这里可以停很多车。那因为我刚刚从这边上来的嘛，所以我就不从这边上来了，我就从这里。江子寮山的停车场哦，等一下，他难道他这边是要往上面再开路上去吗？难道直接到江子寮山的山顶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规划，等一下看一下牌子。哦，只是这边如果要来的话，其实开车很 OK， 绝对不用怕没有停车场。所以这里其实之前可能就有在规划说要让人家来爬山用的啦。哦，来看一下，走过去看一下。农地呀、啊，嗯。